们要建立群体免疫，那么过去曾经有过想法，自然的进行人群的免疫后，以后建立群体免疫，那这个代价太大了，有很多全球有很多人死亡，这是不可取的。现在是采用疫苗的办法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，以后呢产生了群体的免疫，这个是需要时间的。